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11点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先介绍这个恐怖箱好了。这个恐怖箱就是去 7-11 要的，然后给它加工过了，它的周围都用黑色的胶带黏黏。然后呢，要放恐怖的元素。今天有没有看到？今年俄美班呢，万圣节的游戏里面，恐怖箱呢就要从里面摸出恐怖的东西，才可以过关。像这一条软软的东西，或者是软软的蜘蛛，还有软软的蛆。还有里面还有软软的蛇，然后我会从后面的洞洞拿一只铁线刺他的手，让他有被咬到的错觉。就是我今年的恐怖箱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两个，一个是巫婆，一个是很丑的怪物。这个先生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。这个东西，它像这个开关是会动，然后没有声音。另外一个声音很大声，我转给你们听，我怕把我女儿吵醒。开关在后面，这里。很逼真哦。这样子的东西要多少钱呢？300元，200元，100元，一个只要69元。不去买，你今年的万圣节肯定后悔。在哪里？就在家乐福对面的东方。我刚好10点多经过，想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物，结果被我看到这两只，买了。好，以上报告完毕，请大家赶快去买哦，69块而已哦，拜拜。